你们学校汉语课都有什么课程？有语法课、听力课、翻译课等等。老师上课用什么语言？当然是汉语了。老师的话我听不懂怎么办？刚开始可能不行，渐渐的就能听懂了。你们学校汉语课都有什么课程？有语法课、听力课、翻译课等等。老师上课用什么语言？当然是汉语了。老师的话我听不懂怎么办？刚开始可能不行，渐渐的就能听懂了。你们学校汉语课都有什么课程？有语法课、听力课、翻译课等等。老师上课用什么语言？当然是汉语了。老师的话我听不懂怎么办？刚开始可能不行，渐渐的就能听懂了。